好，我们看一下呢，你刚刚在这边把它解压缩之后，有没有多一个这个资料夹？对不对？点开，你会发现呢，在我们这边，这里有两个，有没有两个执行档？有。哦，有两个。那原则上我们 Windows 10都是64位元，所以你可以用这个。那如果你在家里面，你不是，你可能是 Windows XP， 好、哦，也可以，它用这个 X86 32位元。那你看我老师这边先点开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开始执行哦。那它会像这样子稍微消失一下，没关系，你就要等它。好、哦，你就要等它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哎，等一下它就会跑出来。好、哦，等一下再把，因为这个要看我们电脑的速度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